正位白衣，时人怀疑出家人少，生希望行人，说现在出家人反而呢持着拿着信心居士所布施的这一些的物品正位的正给赠送给这个白衣啊，很可怕哈、哦！就是这个在你们现在爱心在做的事情，反而对于出家人的地方、哦这个、升起了希望，对吗？希望的心哦。那现在端午节了，是不是师傅送个什么东西？哦，中秋节到了，是不是月饼会送来呢？哦，这个呢，颠倒啊，啊、哦，颠倒。又若以少物正位百亿，因此起七宝塔，照明金色，乃至世事满言不敌一切圣众啊，亦不如净土十界清净十界，即是供养真实法身。又者，假使以少许的物品呢、啊，赠送给白衣啊，因此这个白衣为你起七宝塔，或者照例金色，乃至于世事的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啊，这世事的供养，满阎浮提一切的圣众啊、哦，因为你这样做啊，所以他有一种反思这样做的情形啊。但是这是不如法的，亦不如极静安住啊，清净。这就是要让你看到你看的，对这个法身就是戒体啊，能够好好的清净世界，要供养真实的法身，这个戒体。这个戒法身呢，定法身、慧法身，或者无分法身呢，戒法身，这个戒体。因为啊，盖塔、造寺这一些啊，都是有违世间的善法，还免不了有过失呢，罪福双感的缘故。不如静坐啊，持戒是无若清净之业啊，是出离的因啊。好，我们这个。好，我们谢谢律师啊、哦，我们继续来读。知识季节是说呢，好，这第几页？凡所求者，众生。好，来，我们先读一遍啊，顺便轮流讲哈。好，二五八，第三节，第三节来。好，好，来，我们先请，来，我们先轮流请那个每一位法师哈，轮流讲来。那个广义法师晚，广法师嘿。黄成法师、广法师，阿再请，圣慧跟陈燕，好，开始。